按着我的名来认识我，不知息的爱将我拥抱，你为我穿上工衣圣洁衣裳，使我活出神的尊荣。Oh,
各位亲爱兄弟姊妹，早安！今仔日是圣日，咱阁要三甲来敬拜咱的主。你若是伫厝内，还是伫礼堂，拢请你徛起来。咱要三甲来听主的话语，以后咱要三甲做一个宣召的基督。圣经安尼讲，恁着俄罗亚和华，亚和华的仆人啊，恁着俄罗，着俄罗。耶和华的名，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对现在直到永远，对日出的所在到日落的所在，耶和华的名拢该受俄罗。耶和华管辖万国，伊的荣耀超越诸天。Praise the Lord.Praise, O servants of the Lord. Praise the name of the Lord. Blessed be the name of the Lord from this time forth and forevermore. From the rising of the sun to its setting, the name of the Lord is to be praised. The Lord is high above all nations, and his glory above the heavens.咱大家人阿头，咱来三甲祈祷。阮亲爱的主，阮今仔日听见这段的经文，呼叫阮就俄罗斯的名，所以阮现在就俄罗斯的名。主啊，你的名极其美，你的名极其大，超乎万名之上的名。阮听见你的名的时阵，阮心内就喜乐。阮听见你的名的时阵，阮心灵就得到安慰。阮听见人呼噜你的名的时阵，阮也要当心的呼噜。阮听见人开声，用诗歌来高举你的名的时，阮也爱开嘴，当心当声，会献上敬拜的圣事。感谢主的大听，赐天圣经当世。为阮在不配的罪人流血舍命，对死人讲国话，叫阮在本该死的人，躺伫基督耶稣内面，得到永远的生命。何等奇妙的恩典，何等奇妙的救赎！因为阮已经得到这个恩，已经得到这个拯救，所以今仔日阮将日子分别为圣。大圣到圣殿，大圣敬拜主，这个是阮的福分，阮欢喜安尼做。愿主你悦纳你的百姓的敬拜，用基督耶稣宝血遮盖阮，洗清洁阮，赦免阮的罪，亲像阮赦免得罪阮的人。求主帮助，予阮今仔日的敬拜会荣耀你。帮助阮今仔日的敬拜，也会激励阮；帮助今仔日的敬拜，也通成做众人的见证，讲伫天顶有一个超乎万神之上、超乎万主之上的独一真神。感谢救主，感谢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阿门。各位兄弟姊妹，请坐。现在咱要三甲来吟诗。我俄罗天父，我心。
感谢主，咱俄罗斯，咱也知影讲，主不但是乖乖的天的上帝，伊当时也是深深伫咱的心的上帝。咱有一位第一好的朋友，第一亲密的朋友。咱来三甲吟这首诗，我有朋友之亲密。感谢主，咱三甲吟诗俄罗斯。现在呢，咱三甲闭办心，要来听主，主听咱的声音，咱俄罗。现在咱听主的声音，主将伊的话语赏赐予咱。咱今仔日呢，要继续看腓立比书，这本册是真正宝贵，毋是真长的一张皮，只那四张。咱现在已经是第六讲了，已经讲到第四章了。今仔日要看五节的经文，请咱三甲来注意。圣经讲：“我所想念亲爱的兄弟，恁就是我的喜乐，我的冠冕。所以，亲爱，恁应当靠着主，徛立得稳。我藏有基督，搁藏顺道基，要伫主内依恋相生。”我真诚的同道啊，我也求你帮助因。这两个女人呢，也有隔离面甲基务的同工，拢甲我伫福音的事工中一同劳苦。因的名字拢伫生命册顶，恁着靠着主常常喜乐。我阁讲，恁着喜乐，着予大家
看出您谦和的心，主已经君了。五节的经文，同安的本第一节、第四节、第五节是一段，第二节、第三节呢，保罗将一句话插入去伊的中间，哦，咱看见伫第三章伊也是安尼，伊本来要讲一项代志，啊，忽然间想起另外一项应该要讲的，伊就该插入去，所以咱要注意保罗的习惯，哦，啊，所以今仔日的经文呢，大先看第一节、第四节、第五节。这个是一个思想，以后呢，还有第二节和第三节，还有另外一个小主题，我们来相合看。在第一节，保罗说，我所想念亲爱的兄弟，您就是我的喜乐，我的冠冕，因为保罗去地下传福音嘛，宰人信耶稣，因是那个最早、最新、最初的基督徒啊。初熟的果子，所以保罗说呢，他去最感欢喜是什么呢？不是说艰苦，乃是说有宰人信耶稣，有宰人真多保罗的冠冕，他说，所以亲爱的，你应当靠着主站立得稳，这是头一项。保罗说什么呢？应当靠主站立得稳，要怎样靠主站立得稳呢？保罗说有三项事情我们就做，我们这三项如果做，我们就有人靠着主站立得稳。头一项他说什么呢？你们就靠着主常常喜乐，我又说你们就喜乐。你知道保罗在这里说你们就喜乐，常常喜乐，我又说你们就喜乐，这个喜乐这个字出现在圣经有很多次，总是以这个问题 来说的这个字，有十一次了，所以呢，这十一次是在新约圣经里面说，总是你知道，在腓立比书说四次，您就喜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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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张这么短的批，只那四张他说失败了，为什么就一直说你就喜乐了，我们来看这句话，在别位出现的时候大概跟什么东西连接一下，我们来看其中一个所在，一个是耶稣在顶山在讲道理的时候的部分，他说人若因我辱骂您逼迫您捏造各样歹话诽谤您，您就有福了，应当喜乐，应当欢喜快乐欢喜，因为您在天顶的赏赐是大的。你注意看这句话，应当欢喜就是跟腓立比书第四章上的字快乐，又另外一个希腊字又给添下去，所以应当欢喜。欢喜什么啊？你看这段经文，以后咱阁要看第二段的经文，唔是马太福音另外一位。你再看这两节有什么相像呢？哦，咱阁看一摆啊。这耶稣讲，应当欢喜快乐，因为您伫天顶的赏赐是大的。第二什么呢？伫彼得前书讲到，多着欢喜。因为您是跟基督三个受苦，让您在荣耀显现的时候也能欢喜快乐，多着欢喜，因为看哪字，哦，你若看这两节三章的所在是什么啊？是的，讲到为主受苦，为主受苦的基督徒，耶稣说您是有福气的，所以您就欢喜。彼得写这张书信的时候，他的会长也是在那受百般的艰苦，也是受逼迫，大家和这些无信的敌人来让他们生活逐日艰苦。彼得说什么呢？多就欢喜啊，因为怎么子，您不是最坏在那受苦啊，您是跟基督三个在受苦啊，
耶稣是先生，咱是学生。先生若受苦，学生受淡薄苦，会干哪子啊？咱敢是跟得伊的吗？伊行十二架的苦路，咱爬咱的十二架，咱嘛要行咱家己的十二架道路，是无？欢喜是甲什么人讲呢？甲受苦的人讲。第三位呢，就是腓立比书第二章，吼、哦，咱以前第二章已经看了，只紧紧的温习。伊讲，基督予我恩典，伫恁信心的遮面甲强风顶，我也喜乐，并且甲恁大家三甲喜乐，照样恁也欲喜乐，并且欲甲我三甲喜乐。哇！咱会记得讲，腓立比教会受真正大的苦。总是不是只那因啊，保罗家己去遐也受苦啊。咱会记得讲，保罗去和人掠去关家，是无？是的。啊，伫遮呢，保罗讲，恁着欢喜，恁着欢喜。按什么人讲？按为主受苦的人来讲，是的。当保罗讲你着徛立得稳啊，是什么意思啊？就是讲边头有风咧吹啊。要甲咱吹倒，后面有手咧拄啊，要甲咱拄倒；头前有人要拍啊，要甲咱拍倒啊。各种的考验，各种的逼迫拢来。保罗讲，你着徛立得了，是按什么人讲？按受逼迫、受苦的人来讲。伊讲头一项，你着欢喜。咱欢喜为什么呢？咱欢喜不是因为咱爱受苦啊，咱欢喜是因为咱知咱的受苦是为主的。那是为别项，咱不爱受苦；那是为主，咱愿意。保罗讲：有试炼，有逼迫，有压力，有攻击，你着徛立得稳，唔茫去车道，唔通去拍道。头一项就怎啊？你着欢喜，什么欢喜啊？耶稣顶摆有讲啊，你若为着我，为着伊受逼迫，你是有福的，你着欢喜啊，因为你的享受是大的。欢喜是这个意思。咱的受苦不是无意义的，咱的受苦是真有意义的。所以苦咱无爱。总是为主受苦，迄、那个为主，咱愿意，所以咱喜乐。保罗讲，我讲一摆无够，我阁讲，恁着喜乐，因为伫艰苦的人要喜乐无容易。保罗就特别强调，喜乐啊，喜乐啊，是的。咱阁看第二项，保罗讲啥，互大家人看出恁谦和的心。在逼迫的时阵，不但要喜乐，就可有人看见咱的心是谦和的。这谦和是什么意思呢？其实这个字也是出现在新约圣经几个所在，其中一个所在是哪里呢？是提摩太前书。保罗讲做监督的人就跟哪字呢？伊就用这字了。你着温和，着谦和，不争强。唔通常常咧甲人冤家啦，吼、哦，迄、那个意思。咱阁看伫雅各书内面讲到，迄、那个对天顶来嘅智慧是干哪只啊？用这个字是温和嘅，是和平嘅 ，gentle and peaceable， 就是哦，无常常甲人冤家冲突，上、哦、迄个意思。第三位是提多书第三章，吼、哦，所以保罗提醒提多讲，就甲大家人讲。咱对众人就干哪子啊？就温和，哦，就好好好的来去。所以这个讲到谦和是什么呢？就是讲到哦，咱伫逼迫的时阵，咱唔通甲迄个逼迫咱的人冤家。咱唔通用恨来反应，咱唔通用报仇的心来反应。咱是谦和的，咱知影讲，咱的受苦是为主受苦。咱知影讲，主家己受苦
是为着要拯救咱世间人。耶稣受苦以拯救我，这个逼迫我的耶稣啊，是为着伊死。耶稣啊，为着伊受苦，只是今仔日伊唔知影，所以咱无要去恨，咱无要去报仇，咱用谦和的心，正做一款的见证，互因看了未明白，讲我对你很歹，干那你无甲我恶啊，我对你很无好，你那无甲我骂。回去想，这是一个见证。咱唔爱受苦，总是为主受苦，咱愿意。温和的心，帮助咱留落一款荣耀主的见证。温和的心，帮助咱干那只呢，无去想要报仇。这个谦和的心，帮助咱干那只呢，互咱无去恨咱的敌人。乃是听因，搁为着因来祈祷。第三项是啥物呢？伊讲主已经近了，主已经近了。这个啥物意思呢 ？Angus 这个字出现伫新约圣经搁较侪摆哦。其中一个意思是讲到时间，所以耶稣伫咧讲道理的时阵哦，伊捌讲到迄个时阵已经近了。还是讲这个夏天已经近了，当时呢，咱看约翰福音讲到什么呢？耶稣特别去耶路撒冷，因为这个犹太人的罪期已经近了。这个近是讲到时间愈来愈近，愈来愈近。伫这讲到主已经近了是什么呢？是提醒腓立比教会兄弟姊妹讲，恁伫咧受苦，你就知主特别来了。咱受苦不是永久的，咱受苦有一日的结束。总是甜蜜的日子来呢，是永未结束，因为主已经近了，主特别来了。伊就用安尼来鼓励因讲：你的艰苦有一日的结束，你的艰苦有一日的过去，你的艰苦是暂时的。所以这保罗讲到。为主受苦的时阵，要怎样站立得稳呢？咱要怎样站立得稳呢？保罗讲三项，头一项，常常喜乐，就会记得你受苦的原因，你是为主。第二，你就谦和的心，对迄个互你艰苦的人，原在要有十字架迄款的疼心，原在要有耶稣加死。为敌人祈祷，迄款的关怀。第三是咩呢？主已经近了，受苦的日子会过去。受苦的日子唔是永久，基督再来，灾难要结束，是安尼。哦，所以咱要怎啊为主受苦的时阵站立得稳呢？就是这三项啦。保罗讲，要靠主常常喜乐。第二呢？就常存谦和的心。第三，就记得主已经近了。哇！你知哦，当咱讲主已经近了这个字，当然这个 Angus 这个字有讲到时间接近。总是你知这个字有另外一个意思呢？就亲像讲在路加福音里面讲，耶稣特别去耶路撒冷，哦。已经近了，近耶路撒冷了。还是说在福音书里面说，伯大尼这个所在近耶路撒冷，这不是说到时间，这是说到空间。 It's not nearness in time, but nearness in space, in physical distance. 所以当我们想起这句，就记得了，主已经近了，我们应该自己说，不但是说主特别再来，乃是讲，在我为主受苦的时阵，主真近我，主无离开我，主无未记得我，主无甲我放下走去创别项代志，主真近。你知咱基督徒常常有经历讲，
在我们第一艰苦的时候，我们第一爱亲近主，当我们第一疼的时候，当我们损失最大的时候，当我们的伤痕最深的时候，也艰苦，我们会去找求主，我们会出力的祈祷，我们会出力的求告主的名。当我们艰苦的时候，我们跟主近，其实主也是这样，主知道他的行李在艰苦，他会更亲近，让我们感觉到他的安慰，感觉到他的同在，感觉到他的快乐。求主帮助我们，我们来学习在艰苦的时候站立得稳，要怎样？三项：靠主常常喜乐；第二，常存谦和的心；第三，就记得主已经近了。你将这几字给写起来，还是你若是习惯用手机的人给翕起来，当一日你拄着艰苦的时，你摕起来看，圣经讲你就站立得稳，要怎啊？就是这三项，你是通过鼓励家己。这三句拢是对圣经来的，所以是真宝贵的家事。阁有第二项，就是第二节到第三节，咱来看这两节的经文。保罗讲：“我劝有阿爹，阁劝顺道基，要伫主内面依念三省，我真诚的同道啊！我也求你帮赞因，这两个女人也有隔离面。”甲其有诶同工，拢甲我伫福音诶事工中三甲落课，因诶名字拢伫生命册顶。只那两节诶经文，保罗讲啥物呢？我劝两个姊妹，头一个名字有阿爹，第二个名字顺道基。保罗讲，我劝恁两个姊妹，就伫主内依念三省。这是保罗的重点，就在主的里面依念三省，就在主的里面依念三省。讲到这点呢，咱阁注意三项的代志咯。这三项是啥物呢？保罗讲：我劝有阿爹、顺道基，要在主里面依念三省。这两个女人，甲我伫福音的事工中。三甲路口，因的名字拢伫生命册顶。咱对罗伯行讲，头一个是啥物呢？名字拢伫册顶，生命册顶。第二是啥物呢？三甲路口伫福音圣工顶面。第三是啥物呢？鼓励因两个意念着三省，三项的物件，咱来看。什么是名字拢写伫生命册顶啊？就是讲恁大家是主的人啊，唔是敌人啊，是家己人啊。咱伫天国内面是同胞啊，咱是天国的公民啊。第二是啥物呢？伊讲伫上帝福音的工作啥物干啊？三甲伫咧路口。这是讲到什么呢？咱是同属同工的人，咱做的工作三省，因为咱的主人三省；咱做的工作是福音的工作，因为你跟我拢是伫这篇的福音信息里面认捌耶稣，拢是伫耶稣的十字架下面得到拯救。所以呢，同工佮同属，这就是讲三甲路口。的意思真清楚的，你知咱讲这段经文的两个重点啊，头一个是什么呢？站立得稳。第二是什么呢？依念三省。你有看见这两个无？站立得稳是什么啊？面对外人的逼迫啊。什么是依念三省啊？是家己人啊，不是外人啊。头一点是讲到咱信徒甲唔信的人。咱信主的人甲反对主的人，咱就干哪子呢？站立得稳。啊，家己人呢，依念着三省。所以这五节的经文讲到，
向来甲向我两项去讲，向我有这个条件，有这个攻击，有这个刺激，有这个压力，咱茫回去车道，咱徛入低温。啊，向来呢，大家是家己人啊，天国同胞啊，大家拢做主工啊，同事搁同工啊。所以搁落去是啥物呢？搁落去是讲哦，依念着三常啊，即是讲到啥物？依念三常是啥物代志呢？你知哦？依念三常，有个人想讲，就是讲你怎啊想我，怎啊想呢？啊，你要怎啊做我，要怎啊做啦？拢总常啊，安尼拢总常哦，真麻烦呐、啊。头前咱免讲话啊，我咧想话，你也咧想，都免阁讲啊。第二啊，咱要去从这块岛搬出去，我要走去岛位正平，你也要走去岛位正平。我讲啊，无我去岛边，你也走去岛边，落尾无可能坐伫头前，坐伫后面。唔是迄个意思啦，当然吼，你知影到底是啥物意思呢？你知咱今仔日有真侪人真爱音乐，有一个人有一寡人特别爱种个交响乐 symphony 哦。交响乐呢，伫古希腊就已经有咯哦，总是到即个欧洲十八世纪呢，才真正发展成型，就是今仔日咱咧讲个交响曲哦，迄款做法。咱知影讲，伫即个十八世纪呢，有真侪欧洲的有钱人吼，啊，因啊支持一寡音乐家，啊，以后呢，因会主持家己的音乐会，予大家来听吼，啊，大家讲这是某某家族主持的，即个某某家族主持的，顶摆最大的场合是 Vienna in Austria， 所以在啊欧洲的贵族人啊，啊，常常会爱去 Vienna。啊，带伊个乐队去伫遐表演，哦，所以维也纳定定有音乐会，有一个真正长个音乐传统，哦，啊，这个交响乐呢开始呢，啊，是指呐啊四个音乐家，哦 ，Four String Symphony， 这是第一只，就是啥物呢 ？First Violin， Second Violin， Viola and Bass， 所以拢总是用线个。哦，总是后来呢，啊，搁将其他的乐器加添落去，啊，就这个音乐队愈来愈多人，啊，这个啊乐器愈来愈多款，哦，啊，这个、音乐愈来愈大声，因为加一寡声落去，才是会较大声个，哦。到第十八世纪的时阵，这个意大利人，哦，就将这个交响乐称作是三个乐章啦 ，three movement， 哦，总是后来呢，啊。真侪人就无可用这个，就用迄个四个乐章的方式 ，four movement symphony 哦。所以到今仔日呢，咱大多数的拢是听见这个啊 four movement 哦，诶，这个 symphony。你在伫这个交响乐内面哦，今仔日的交响乐啊，可能有30个音乐家，得做到100个音乐家，遐尼侪人。大家乐器无同，啊，佮大家哦，咧弹的哦，迄个音无同啊。有诶是弹即音，有诶是弹迄音，有诶毋知怎啊弹，总是落尾你听起来，你觉得怎啊？你觉得合合起来，佫较好听。乐器无同，迄个 note 啊，哦，迄个音调无同，总是会配合啊，伊叫做 symphony 呢。所以古希腊迄个 symphonia 意思就是讲啥物呢？真侪音总是配合起来，大家呢是真啊咧弹一块歌呢。symphony 就是迄个意思，意念三常也是迄个意思。啥物意思呢？就是讲上帝予咱一块歌呢，上帝予咱一块 symphony， 一块交响曲啊，总是予咱的乐器计无同。哦，啊，荷兰的迄个谱呢，啊，叫你一个看一下，有诶是看迄只，弹起来迄个音嘛是无同，总是配合起来过会水哦。因为干哪子？因为大家意念相同，大家是同心同德啊。咱只那咧弹上帝迄块歌，当一个人讲这块歌我唔爱弹，我要弹我家己的歌的时阵，会怎啊呢？
哦，伊就离开这个乐队了。伊家己咧弹伊个，咱家己讲伊也咧弹，咱也咧弹。本来咱弹都也好听，插伊迄个乐来煞歹听去啊！伊呢干哪子？伊咧弹别人个歌。保罗讲：当心当德，依念三省是这个意思。唔通去弹别人个歌，就弹上帝个歌。大家三甲弹，愈弹就愈水。这三项哦，下面迄个是甚物呢？同胞家己人，个契机是甚物呢？同工三甲做代志，个契机是甚物呢？同心做日顺顺利利，做日荣耀主名，利益人群。这个是保罗的意思。保罗讲腓立比教会啊，这两个姊妹头一项有同胞，第二项有不同工，第三项去无去啦。因为第三项无去，后来说无可能同工啦，无可能同工，说变做讲同胞，佫亲像唔是同胞，哪会安尼啊？求主帮助咱，这个是保罗福音的功课，恁的依恋。就伫主的内面三省，唔是讲伫这个姊妹的内面，伫迄个姊妹的内面，这个在世就啊就顺意，这个在世就唔是啊，大家顺主就大家好势啊。只那一块瓜，只那一个乐队，只那一个上帝，这个是保罗讲重要的代志。所以咱要怎啊伫主的内面依念三省呢？头一项。始终专注主的话，唔通离开主的话。当大家人看主的话，怎话讲？大家照，就有法能当心，就有法能当工，就有法能做真正天国的同胞。你知今仔日咱皆是伫山顶面礼拜，因为礼拜堂呢啊暂时无法能予人来聚会。你知当这款的习惯，古长的时啊，会怎话呢？有的人哦，会开始流失。咱若讲，哎呀，我啊九点就去做礼拜，哎呀，我十点就去礼拜，还是讲几点？咱的接片的时间啊，就是晚到咱到，我大家人伫咧，咱也该去参加礼拜。总是若是伫厝内咧，也无个淡淡薄顾，也无个浅淡薄顾，也无等我这项冲了。有时阵说习惯讲早起哦，唔免照起的时间去聚会。啊，慢慢呢，煞停止聚会，会流失。这个予咱教会担心，咱爱会又流失。有另外一款，唔是流失呢，伊是啥物呢？流浪，走去别地咧食草了啦，无食家己草场的草。啊，今仔走去遐食，后日走去遐食，走去遐食，走去遐搭食，伊叫做流浪 （drift）。头一个叫做 lost， 流失。咱担心的是什么呢？伊去到落食，是咧食主的话无？是真实咧讲主的话无？你知今仔日伫美国有一个大教会的牧师，捌伫讲台顶面讲，伊讲什么呢？伊讲恁真侪人唔爱信耶稣，可能因为看到旧约圣经就全跋倒。你古约圣经呢，有真侪物件，有真侪在吊诡，有真侪在历史杀人的代志。现在你看古约算买新耶稣，啊，你那是这款的人哦，你来着所在咯。你在伊迄日讲啥无？伊讲咱已经将古约哦给放下，咱只那讲新约啊。新约讲到什么呢？三听，听人的上帝。古约讲到什么呢？上帝派约书亚，上帝和大卫去，将一寡人杀死。啊，到新约耶稣无派耶门徒去杀人，当耶门徒夹刀要害人的时阵，耶稣给禁止啊。所以咱只若讲新约，旧约免讲，有这款的牧师啊，咱唔知在流浪的人去伫倒咧咧听道理，有的人可能听见这个会去卖去啊。会去卖药去，哦，这个是什么呢？这个是讲哦，安听众
的喜好来约束圣经的信息，按听众的要求来做断圣经的话语，这是真危险的代志。求主帮助咱，始终专注主话。当你定定注意主的话，你就知什么人是同胞，什么人是外人，什么人是朋友，什么人是敌人，什么人是信福音的，什么人是反对福音的。只要看上帝的话，咱就会知影。保罗写俾提摩太的时阵，你讲什么呢？迄、那个美好的箭，你就拍啊！落尾保罗家己讲，迄、那个美好的箭，我拍了咯。总是大声甲提摩太讲，迄、那个美好的箭，你就拍啊！迄、那个是咧讲到什么呢？真理的箭。咱咧拍真理的箭，唔是要拍死咱的敌人，是要拍死迄个异端。咱咧拍真理的箭，唔是咧恨人，咱是咧恨迄个错误的教导。保罗甲提摩太讲，美好的箭就拍。今仔日真侪人唔爱拍迄场的箭，有个人真爱即款社会公义的代志 ，social justice issues， 真出力。总是教人攻击伊的信仰的时候，伊无出力伫咧拍，这个是真无平衡、真 imbalance 的代志。所以头一样，始终专注主话。第二是啥物呢？经常互相鼓励，经常互相鼓励。你在今仔日政府讲哦，叫 social distance， social distancing。我跟你讲一样代志哦，人那 social isolation， 伊心理也袂好势。这个是这个 Harvard Medical School， 哈佛大学的这个医学院去做调查，发现讲，当一个人啊，伊甲别人的社交愈来愈少、愈无健康的时阵，伊会真容易有精神病、心理病，甚至有个人会唔爱活，会爱自杀。所以，当咱社交隔断的时阵，对咱的心理精神是无好的。因为安尼样，咱反对 social distancing， 总是咱赞成 physical distancing。social distancing 唔通，你就有人甲你来往。一个人呐，真久无伫人的中间，有时会起痟。physical distancing 为甚物好呢？因为微菌哦，是伫 physical space 啊，所以咱赞成 physical distancing， 总是咱无赞成 social distancing， because social isolation creates mental health problems， creates psychological disorders， as discovered by researchers。In Harvard Medical School， 哦，总是有一项更加重要，你知是什么不 ？Spiritual health， 灵性的健康。一个基督徒唔通灵性隔离 ，spiritual isolation； 一个基督徒唔通灵性距离 ，spiritual distancing， 唔通。咱需要兄弟姊妹彼此鼓励。咱若讲到互相鼓励，唔是只那做一下啊。This is beyond just being together. It's actually encouraging one another. 咱伫人生内面，互咱灰心的代志够也做了，咱需要鼓励。你得用上帝话鼓励人，你得用上帝话彼此鼓励。咱中国人有一个习惯，什么习惯呢？就是咱唔爱伫迄个人伫咧时鼓励。就是讲，我的囝若伫咧呢，我袂讲你也敖，我就到伊无伫咧，则甲人讲，其实阮囝真敖。所以我的囝唔捌听到我讲伊也敖，伊定系觉得你无敖啊。哦，欠少是咩个咧？这是中国人一款的习惯哦。欠债惊讲，我若安尼讲，人讲你也空堪，讲你家己的囝敖，啊，你是老爸，你讲无算嘢。哦，唔是安尼，其实我家己伫厝内常常啊。对我的囡仔细汉就爱鼓励伊，囡仔需要鼓励，咱大人嘛需要鼓励。求主帮助咱，唔是只那基督徒做一下，做一下真好，总是较侪讲鼓励的话，和咱做一下的时间呢，更加彼此祝福，安尼咁是也好嘛。求主帮助咱。还有第三项，第三项是啥物呢？
我通甲你讲这样代志。格麦利是一个伟大的报道家，伊讲道理真侪人听。1974年，伊去韩国的汉城参加 Expo 74，迄个是伊头一摆哦，用100万人讲道理啊。1974啊，迄时无 Internet 啊，迄时啊无今仔日咱的 cell phone 啊，啊迄时无 WiFi 啊，无啊，都是你底下讲偌济人，就是偌济人。伊毋捌拄到有遐尼济人，100万人的听众听伊讲道理。就是伊到迄个时阵啊，到1974年，最济人听道理的一场。韩国人100万人来听到，你知哦？有30万人无咧听到，你知是咧做啥无？有30万人哦咧祈祷。迄个头一暗的聚会也未到隔壁哩，迄一日哦，头一暗30万的妇女啊。300,000 Korean women, Christians, were praying for Expo 74. 因为着这场个大福音聚会，300,000妇女伫咧祈祷。到日第二暗，你知怎啊无？600,000个，别人看见因遐出力也来了，咱未想象到啊。600,000 women praying in different locations at the same time.For this massive gospel event, 迄只魔鬼哦，有三项代志无爱。头一项是啥物呢？这个基督徒咧基督，伊无爱，因为干哪子？因为这个基督徒搁较偌软弱啊！伊基督的对象，伊基督的迄个上帝是真有力量的，所以魔鬼唔爱这个基督徒咧基督。第二项魔鬼唔爱啥物呢？魔鬼无爱鬼落的基督徒三甲咧基督。因为那个力量会更大。那第三项魔鬼不爱什么呢？魔鬼不爱很多基督徒同心的基督徒，很多基督徒不是真的基督徒，同心在基督徒。这三项魔鬼都很怕。我们经常说在安提阿教会，当兄弟姊妹三个基督徒的时候，圣灵就开始跟他们讲话，他们就派宣教士出去传福音。当咱祈祷的时阵，上帝做工，咱伫伊个工作顶面有份。只要有两条索啊，即个叫做天国同胞。两条索虽然无相款，拢是主的索。第二是啥物呢？三甲做主的工，你会觉得袂？两个基督徒若做做时间三甲做主的工，因两个呢会较亲密，会较团结。个第三是甚物呢？同心同德。当基督徒同心同德的时阵，亲像拔两骨啊！这两条索你要给伊分开哦，搁较艰苦啊！伊有可能面对搁较大的压力，伊袂分开啊！因为干哪子？同胞、同工、同心，你是倒一条索啊？但愿咱大家做。顶面那条索，第三项是什么呢？定期组织祈祷，按时阵常常三甲做一个祈祷。教会的祈祷会是迄个意思。你在当一挂人三甲祈祷的时阵，因会搁较团结；当一挂人三甲祈祷的时阵，因听见主的声音，差不多同时得着。当一挂人参加祈祷的时阵，因可能集中信徒的资源，因可能促进同心同德，因可能团结教会一家。你有愿意无？定期组织祈祷，唔通觉得讲，阮分几位祈祷，遮一挂，遐一挂，遐一挂，遐一挂，啊就够业。我唔是讲遮无好呢？我是讲无够嘅，要大家组织做一个，迄个团结同心嘅基督呢，和魔鬼摇摇出，和天国嘅主人、天国嘅君王心欢喜。但愿咱大家学习一念三常，始终专注主位，
经常互相鼓励，个什么呢？定期聚集祈祷。咱感谢主，这也是主给咱今仔日的信息。现在咱来三甲音，咱的回应是：我平时靠主帮助。现在我们要参加做感恩的祈祷，所以无论你是在家里还是在礼堂，我们都参加站起来，我们同心来参加感谢主，我们来参加祈祷。我们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俄罗斯的听，我们平时爱挖苦主，我们平时需要主的帮助，所以你用这首诗歌提醒我们，主我们也感谢你今天你也让我们看见保罗写批给腓立比的兄弟姊妹时，提到外来的威胁，又讲到内心的问题。求主帮助我们向内向外，让我们学习保罗所讲的，站立得稳，意念三常。现在我们要三甲来祈祷，主加是我们的祷文，君在天顶的父，愿人拢尊你的名做圣，愿你的国降临，
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亲像行在天上。阮日用的米粮，今仔日赏赐阮，赦免阮的罪，亲像阮赦免得罪阮的人。无叫阮拄着试探，拯救阮脱离歹。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门，阿门。来，现在咱继续阿头三甲领受主的恩福。但愿救主耶稣基督保守你甲你同行。但愿圣父上帝坚固你的心，予你徛立得稳。但愿圣灵住伫你我内面的保惠师，指示咱、引带咱，予咱伫主内依恋三生。今仔日祝福是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阿门，阿门。各位兄弟姊妹，请坐。现在咱用一段时间三甲来默祷。默祷以后呢，咱也有一寡报告，请咱大家再三甲注意。